三眼球，可是我要考虑到就是没有人，不是每个人都有三眼球这东西啊。好，第一关呢，先小喜小喜。哎，好痛！至少进第三关之前，雪女要跳起来。合体，好，那这边开雪女，十颗星就可以带走了。下一关的话可以先开日月狼，反正等一下会被那个重置掉，所以我觉得日月狼的话先开第一只日月狼好了。欸，不行，有新珠比较好。看一下。完美啊。欸，这队也太扯了吧，这伤害。这样打得死吗？这对伤害好扯哦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需要这个六颗水珠，所以先绿哦，先绿珠，先绿出六颗水。好，有了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只要开这个是干嘛的？开眼球，开眼球加龙科。这应该是开眼球。哎，等一下，没转到。干，我没有转到欸。啊，失误。这边再开一次眼球，嗯。日月狼一二都可以，日月狼不是啊，开围城转不出那么多只吧？开日月狼转得出那么多水吗？算了啦，反正可以过就好了，没差啦。
哎，我觉得这样子应该就够了。好，不需要眼球也可以过。好，这个是眼球队，哎，十对了啦。